要穿球衣，就是要穿西服。妈妈，我不要穿球衣。你要破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先发桶了，他们怎么都是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还有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化妆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化妆要跳。我们那个一起，忘记了。我们那个化妆的时候再跳就好。我去剪啊，我去剪那个化妆，慢慢剪。啊，我想。不然我们等一下就先在换装的那个地方先试一遍，然后如果那次失败，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化妆可以。那个是那个，哎，一个两个二三四拿。因为上次我跟一起倒在一边用的时候，他就慢了。我觉得只要你唱比较舒服。啊，不对啊，你还有一个伙伴要选，所以你要下。我还要再等一下。我等你按下去那一瞬间。哎，我发现这刚好不会录到我的支架哎。哎，对啊，超刚好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先跟我讲。因为刚才跟你知道我在什么。明明不要，我想。好啊，再来喽。你太快了啦。哪里滑？我说你按太快了，你知道我还来不及。那这样嘞？看不到。真的还是看不到。两三块钱啊，三十块钱是吧？你刚。你按红色好了，你按好了，这样我怕我不行啊，我怕我入镜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。哎，我没有露过脸。快点，反正你可以码掉啊，看不到了。你再录了，开始。我刚好头发没有带，我头发哪里去了？